咁手头上又有一条满足特定方程嘅 A 同埋 B 啦。咁啊，然之后 A、B 佢哋满足呢条方程之后咧，就有某一啲特性。咁啊，然后要我哋求一串份数佢嘅和系点嘅。咁啊，首先睇一睇条方程啦。咁啊，条方程右手边等于零、哦。咁啊，左手边咧，诶，呢、这个根啊，呢、这个绝对值咧，咁啊，出到嚟系一个非负数。咁咧，呢、这个根号咧都同样发挥住一样嘅作用、哦。咁既然系咁嘅话，我哋自自然然咧就会有下边嘅呢个结论啦。呢、这、一个 a 减一，咁啊大过等于零啊之余，咁佢哋两嚿嘢，两个非负数加埋咧要等于零、哦，咁所以 a 减一咧呢嚿嘢就等于零啦。然后 a B 減2咧，都同樣道理，呢嚿嘢咧係等於零嘅，咁所以咧 conclude 到出嚟嘅結論咧就係呢一嚿嘢 A 咧就等於一啦 ，B 咧就等於二啦。咁如是者，如果我哋將佢將呢個 A 等於一 ，B 等於二咧，撻落去呢一條數度。咁我哋就會有第一嚿係1 over 1乘以2啦，第二嚿呢就1 over 2乘以 3, 如此類推1 over 3乘以4啦，咁啊加搭搭搭加去到最後嘅呢一個1 over 2015加1就即係2016啦，然後2015加2就2017嘅。咁啊OK， 咁然后下一步呢，嗱，要冇位写啊，要换过另外个位啦。下一步呢，我哋就了解一下，每次见到一串 series 嘅份数呢，咁我哋都可以化嘅，尤其是呢个1 over 1乘以2咁嘅样子啦，咁我哋就可以拆开佢喎。拆成点呢？就拆成咁样嘅，每一嚿都会写，可以写成1减第一个是二分一啦，咁然之后加二分一减三分一，咁啊呢个都是简单的部分分式，即是 partial fraction 嘅啦。咁啊第三嚿啦，三分一减四分一加哒哒哒，咁到最后呢就加一 over 二零一六。减1 over 2017，咁啊，然之后又系呢个手棒眼见功夫啦，见唔见到呢度佢各自有两个二分一啦，三分一又有两个，咁你将会推算到呢个四分一咧，将会有一嚿嘢可以同佢约啦。咁呢个1 over 2016咧，咁同前边佢都会有一个减2016/1嘅嘢喺前面，咁可以同佢相約嘅。咁 turn out 出嚟呢，我哋就會有一嚿咁嘅嘢，剩返頭同埋尾項，等於一減一 over 2017。咁所以成個嘢嘅結果呢，就等於2016 over 2017啦。搞掂。